品展演。大一阶段哦，第一阶段杂艺，杂艺。我随便，特别的都不能说啊。对，对，确实广州方言就是特别的都是。特别不能说。我知道。对。你说我丢垃圾。等一下，你们误会了，你们误会了，我说的是我丢垃圾，我丢垃圾。等一下，不是吗？嗨，是你我丢垃圾。我知道你丢垃圾，但是你丢的那个垃圾的丢字有点那个往下滑了，就是我丢垃圾。赶紧的嘴给我封起来！不是，我觉得我丢垃圾，是雷你说你雷丢垃圾，雷丢垃圾，啊、不是你，啊、原来还有音，你刚刚那个音有点就是确实，不好意思，OK， 谁来纠正？不是就是。不要怪外地人，没关系啊，外地人不懂，对，不知者无罪。